大家好，我是许维洲。今天非常感谢 Superdry 的邀请，但是因为一些安全的原因，所以今天特别遗憾，没有办法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也知道，有很多从各地赶来的白粥，然后今天非常遗憾，没有办法和你们见面，我在这里和你们说一声对不起。然后呢，上海最近天气特别炎热，然后你们一定要注意好防暑，不要中暑了。下次见哦，拜拜。